您找我。 思考人生了。哟，在美国待的不如意吗？你开心啊？那为什么要出现在全盛呢？我是全盛的法律代表，代表了姑妈这个投资方，以后啊你会经常看见我。我妈说过全盛的事儿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没有加以阻止，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泡妞？当然是为了泡妞了。那我要宣布，小娜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知道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你这个负心汉呢！ 没事，我没事。走走走走走，我没事，走慢点。没事，坐这儿。娜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我不去医院，我就是头好晕啊。那我给你去买点药什么的。去帮我拿一杯水。好，你等着。
今天是不应该在家休息吗？不是，我昨天睡得特别好。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绑起来，24小时看着你？为什么？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怎么能休息呢？这种时候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好吧，那我答应你，等总决赛结束以后，我就好好休息，而且你还要陪着我。相信我，如果你累坏了，我会很难受。好吧，我会吃的。我相信。打架，不是我没事儿干了，就是我要出事儿。看你说的，人家是真关心你。我也知道，让职业女性马放南山，你是心有不甘。好啊，今天的直播你盯好点啊，别出什么差评。你就放心吧。走了啊。不是时候，我在等人。哥，
现在就签第二季的续约合同，是不是早了点啊？是早了点。那个，主要是吧，这是上面领导交代的。我想啊，他们肯定是怕拍下一季的时候出什么意外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理解理解，就赶紧签了得了。哥，你看，那是不是也得给我点考虑的时间啊？不是，司徒，司徒啊。你说你从一个无名小卒走到今天，那不全仰仗着全胜这棵大树吗？咱吃水不能忘八井人呐，对不对？是。哥，这样，那我续约我有一个条件。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，我尽量满足你啊。小娜在，我就在。娜姐，这是已经准备好的第二季的节目方案。这么快？嗯，真好，辛苦了。怎么了？跟小维又吵架啦？不是不是，我知道在公司不方便谈私事。是娜姐，我刚刚路过休息室的时候，好像听见他们在说文总监也在做第二季的节目方案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先把资料拿给徐总看？接下来我提议大家为全胜的未来共同举杯。请问徐总，下一季《明星的诞生》主唱是否会是原班人马？主持人和制作人会不会有什么变动？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暂时保密？大家放心，我答应大家，到时候我会让你们都满意。其实今天我有一个喜讯要跟大家分享，是不是关于您跟徐总的关系？一直有传闻，你们一直在秘密的交往，请问是不是真的？我们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。什么时候结婚？能提前公布一下吗？结婚地点在哪里啊？徐总，请正面回答我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徐总，请您也回应一下。
建议还是请张小娜女士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《明星的诞生》制作过程当中的种种酸甜苦辣。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娜。明星的诞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，它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，我孕育他，看着他成长，一直到今天他毕业了。我很爱他，但是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，所以我觉得我是时候离开了。张总监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是要辞职吗？是的，我要辞去全盛内容部总监的职位。张总监，您为什么要突然离开？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没有为什么，是时候离开了。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《明星的诞生》第二季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会到此结束，我们全盛呢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礼物，一会儿呢我会亲自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啊，谢谢大家。王总，只要你照顾好自己，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。是吗？嗯。那我们俩分手吧。姐，可以吗？
告诉我，是你逼小娜辞职的吗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。我是个商人，怎么可能做这种损害公司的事儿？明白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心情很糟是吗？我想回去了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公开了。可即使如此，你还是送我回来了，证明你心里是打算原谅我的，对不？我知道你这一年忍得很苦，而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我女儿的感受？明天新闻就会铺天盖地，因为这种事儿，她跟我肯定越来越疏远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那我呢？我这么苦这么累，你就没有考虑考虑我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非要跟一个孩子比吗？他跟你能一样吗？我只想知道，在你心里我到底重不重要？这种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的日子，我不想再过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跟你商量有用吗？你除了拖延还是拖延。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能跟我结婚？轩安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答复。我话都已经放出去了，你让我怎么应对？殿下，事情做得太绝，那缘分容易早尽啊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出来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刷牙呀。我是问你为什么突然辞职。你就是想辞就辞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告诉我不行吗？你说十万个为什么呀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出去，出去！这是我的洗手间，我要洗澡。你洗完澡一定要找我说清楚。小薇，你姐辞职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问问清楚啊！要问你自己去问。不是，没有为什么。我呀，就是累了，单纯的累了，想歇一歇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小娜，其实啊，你辞退了挺好的，你以后跟爸爸干怎么样？跟我搞科研。我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哎呀，非常好的一个想法，真的。我呀。我觉得你还是把欠小薇的钱先还给他吧，好不好？你要真想搞科研、搞设计，咱们小区门口那井盖你好好设计一下。为什么一下雨它就堵住呢？这是谁啊？我伯父常青。
小娜。嗯。那个。他走了。啊，走了。他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哦。哎，你这个辞职和长青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们俩闹别扭了。我们俩分手了。啊。分手了。是不是长青跟他欺负你了？小娜，你听爸爸说啊，这个恋爱啊，这个我呀，他是两，又想分手，我又想辞职，所以我就来了个痛快的。痛快，这个，我想我妈了，我想去我妈那住一段时间。哦，那好啊，那刚好我陪你去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什么事着急？当然着急了。辞职了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太不够朋友了吧？那么重要的事儿不跟我商量？是我自己的事情吗？就算我跟你商量了，最后做决定的还不是我自己？想好了没有啊？是不是一直？你在公司打拼那么多年，才有今天的成就，这不容易。那你要是去到别的地方，一切要从头开始，你失去这一切，你值得吗？嗯，没什么值得不值得的。哎呀，你看我在全盛这些年，我也收获了很多实战的经验，还有必胜的信念。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，对我来说。你听我说。办公室的一些事儿呢，我听说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其实在每一家公司都有方方面面这样的问题，你躲避不是办法，你要去面对，知道吗？况且你能力那么强，我不相信公司一直会让你受这种委屈的，忍忍吧，再忍忍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其实我是个特别能忍的人，我也知道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明争暗斗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张小娜只有我一个。我在哪儿都是张小娜，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。我很早以前就想自己出来创业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让我坚定自己的信念。请我喝杯咖啡吧。嗯哼。哎，上班呢，玩手机，不怕张总骂你？这是，我不是担心小娜有点抑郁吗？
我现在心急如焚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问你煮的什么呀？这是？哦，忘了跟你说，我是在网上啊查了一个偏方，专门治抑郁症的。没听说过偏方能治抑郁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里边的每一味药它都有出处的，这是科学，你懂吗？我相信科学，我不相信你。哎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还能害孩子吗？啊？哎，对了，我还给这个药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阳光父爱汤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吃坏了怎么办呢？赶紧给我倒了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哎，于珊珊，你站住！我现在就喝给你看。哼！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你把它都喝了。不不不，你说的对，我还是把它倒了。极少数人群啊，在服用这种药物一段时间以后，会出现头晕的症状，并且伴有听力下降。副作用？没错。你怎么来了？小娜要辞职。是啊。就你知道这事？知道。他辞职呢，是办公室斗争的牺牲品，也可以说他从人创业。你不需要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想找到解决的方案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去劝劝他，让他别这么任性，可以吗？你是他男朋友啊。应该你去劝他，现在一直躲着我，不肯见我。他为什么躲着你啊？吵架了？听说啊，你现在是成年男子了，对吧？小娜那么好的女孩子，现在遇到那么大的困难，你应该全力去帮助她。有什么矛盾，你先放一放，好不好？我再想办法去帮她，但是我得要想到办法，所以我你有想吗？你有想吗？我没看到你在这儿看着我吃饭，你有想吗？你坐在这里能想出什么办法？你先去找他呀。但我总得把办法想出来再去找他。这个不重要，现在你陪在他身边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，他心里就会很安慰。你先去找他。去啊。小娜，不是你这一天也不出门，这电话也不接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儿啊，天气好，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好久没有这么自由自在过了，真好。不是小娜，我觉着你有点不是太正常，你不会是抑郁了吧？我抑郁？这么高级的病，我哪得得起啊？要抑郁，我早抑郁了。那
那你下楼啊，你得吃点东西啊。我想吃，我想吃我小时候最爱吃那个桂花莲藕。行，妈给你弄去。好啊，嗯，那你得好好拿。没事儿，你干什么呀？制造紧张空气。好的，谁也不想见，就见他一面就走。花儿呢，你可以留下。小娜的脾气，你应该知道的。那我等他见我为止。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像这样灿烂。